新闻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在四月十五。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微光台东南方，好时是早起九点到十一点哦。下一个祭祀加彩衫，另外有啥物代志是爱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好，再来哦，来关心这个母亲节的相关活动消息。庆祝母亲节，唔呐只有送花、食好料的。这河滨镇公所的秘书社会人哦，就来发起这骑自行车、食遍河滨哦32里的活动，吸引这百外人热烈来响应，嘛将母亲节的祝贺送到整个河滨镇来。河滨镇公所秘书社会人为着近距离了解居民的生活状况，而且欢庆母亲节，特别组织自行车队，用自行车驶河滨32里的方式，深入每一个砖头角落，表示祝福母亲节快乐的心意。上百人的车队受到真侪人的响应，到每一个砖头嘛是受到真热烈的欢迎。自行车哦，绕河滨哦，等于讲我骑32里哦，全部拢啊驶过。安尼每一个角落，我拢有甲行到位安尼吼，一群120几个陪我安坐一天安尼吼，啊，所以内底嘛足踊跃来参加，有上侪80几岁，上少岁吼国民老一年，为着要节能减碳，所以我就无爱采用用车队，也是摩托车队，我用自行车比较较健康。骑自行车因为速度慢，而且真环保，得到居民及时的反应，嘛有搁较侪时间甲居民直接交流意见，效果袂歹。骑自行车吼，骑铁马吼，大家较速度较慢，啊，佫袂去共方的交通，啊嘛，较袂制造空气污染，啊，所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钟头、每一个点，阮拢行到位安尼，啊，大家拢嘛感谢各位行到每一里的，跩里长啦、社区里长啊，大家拢足热烈招待，拢安出来安尼，看水红个啉，这水果，阮是也非常的感谢安尼。社会人的自行车用一天的时间侵入32里，将母亲节祝福送到居民厝内。随行人员虽然拢拍乌，但是感觉是一届真特别、个有意义的活动。多种新闻，淡水河美采访报道。中华延平社区哦，庆祝母亲节，共举办这红茶感恩中西医义诊等活动，希望透过这红茶仪式哦，让子儿了解父母的辛苦，气氛是真温馨感人。是说心心红茶给妈妈，又给妈妈一个爱的抱抱，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气氛是非常温馨感人。延平社区林祖社区居民真大向心力，举办母亲节和关怀绿色活动，受到很多民众的热烈参与。延平社区长久以来一直在对我们这个社区一些弱势团体还有自强家庭做一个默默付出的关怀与弱势关怀与爱护，所以说我们特别选在今天邀请一些亲朋好友还有我们社区的大小里面一起来参与我们社区关怀弱势母亲节特别活动，祝你们母亲节快乐。社区们安排丰富的表演活动，在室外毛旗镇掠铃等免费服务，让民众会使放松筋骨。代表会副主席林树胜、官员林聪喜也来关心，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延平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母亲节庆祝活动，那么现场热闹滚滚，这也代表着咱天下伟大的妈妈母亲节，让您辛苦，而且代表代表会。也祝福咱伟大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更加希望因拢会当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永远青春美丽。延平社区结合社会资源加志工的团结合作，将母亲节庆祝加绿色关怀活动办了真成功，和厝内底人有真好的机会真情流露，表达出对妈妈的爱。多中华新闻，淡水中华采访报道。罗岗镇公所为着提供予民众搁较优质的购物环境，加速提升各区传统市场的环境改善，以及这服务的品质。这镇长吴进干哦是特别来到第一市场勘查，对于这摊贩所来反映的排水沟清理通风问题，讲将只是这相关的课程哦来进行改善。
第一市场是鹿港上界闹热的传统市场，菜市内面头家过来招呼人客，摊位顶端满满猪肉、青鱼，新鲜够好食。鹿港店长吴进干嘛专工来到市场，顺看卖这摊贩的情况，以及市场需要改善的所在。本来甲我喊接来请的，本所在的波是叫。西亚蛮好，但是慢慢咧，无问题。西亚尔嘛，会用讲哦，足舒适的哦，拢建设了袂歹啦，人都袂歹。差者，阮即摆吼，生意较歹点啊，小一家吼，较少人入来市场啦。排停车，对，也有排停车，因外口哦，摊贩多，排甲足复杂的，你要停西。人客要入来，要停一台机车都无法度通行，车要驶几个街嘛无法度通行。即座公有市场通风排水，垃圾车收垃圾时间，拢是摊贩感觉爱改进的所在。嘛，希望公所会当规划这停车的地点，提悬民众来购买意愿。公所吼，咱一段时间咱总会过来咱鹿港的这个市场吼，包括咱杂市、第一市场、甲高菜市场吼，去来巡视。最主要就是要了解讲啊，即市场的摊贩，还是讲市场的所在有啥物所在需要啊，咱公所来改善无？啊，当然来有真侪真侪即摊贩吼，啊，即头家伊总也带人反映讲啊，多些所在爱做啥物改善，啊，咱公所咱总会会诊，将所有吼啊，咱即个摊贩即头家反映的代志。电工所嘛，真想要活化再利用，让鹿港第一市场摊贩的生意会当愈来愈好。大中华新闻林冠鹿港采访报道。鹿港新团长雕刻大师徐志辉讲，庆祝80岁，要伫台北中正纪念馆举办这纪念的个展，公告了后，先带乡亲来去欣赏。